干啥啥不行。不是的，你说我干啥不行，那我能怎么搞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不带这个惩戒，那我不随便上拿来一写，他这个男性他怎么追？啊，又不怪我的惩戒了。啊，对方，你有没有脑子？你有没有脑子？你强吗，就？嗯。哎呦，哥，少杀点吧，就。这是你应该说的话吗？不是，那我怎么着？难受。他下路三个人吃经验。啊，我没去啊，我就吃了一波经验，就吃一波。猫在这吃经验，吃的我真的没法发育的啊！那没办法，他现在吃经验，你是不会懂吗？猫是等级比我还低。猫是辅助呀，他诺手来下路，这明显不搞你吗？讲道理，他就想骂骂你。继续上来，我刷了对面的野，我操！我现在吃经验都要去对面刷野来吃经验。我溜了。那咋的？上下路的兵线不是不能吃是吗？公干公布，哎呦我操！又要两，27个了。哎呀，麻头有点慢了，感觉。哎，我拿的有点慢。死，姐送，没事，送，没关系。好的。OK， 完美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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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 A 两下。我操！凭什么一枪？两枪、啊。凭什么一枪就死了？我操！什么伤害？你能不能少杀一点啊？哎，哥，你少杀一点呗。你总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吧？你杀这么快。咋了？打你这种？我们一直在送，不是在给时间吗？哎，哥救命！哎，好，哦，救你！哎，你还闪现了，你这人。那这种一枪一个人还怎么玩呀？两枪。回头打他呀！我救你啊！来，哥们儿，来。活了，我活了。来干他呀！你杀吧，我不行了，我被摸一下。你不杀吗？你不杀我杀。哎，这有头。我不行，我去了一下就死了。不来是吧？头罩你都不拿，真的是。我碰过不去啊，我一丝丝血他看我一眼我都得死啊。他现在好卑微啊，宝贝。没有啊，他这一把现在2-7给他老板害的，他一血出门呢，好吗？对呀，能不能别拱火了？我拱什么火呀，我说的不是实话吗？我操，没用，你装的是原子弹吧，贝贝？我装的是核弹。核弹吗？核弹你看这剁手蠢能跟啥一样，太蠢了。太蠢了，咋回事？怎么个事？我去，凭什么伤害能这么高啊？这个男枪，他一枪一个，你现在等级追不上，经济也不够。哎，我来中路杀了。你去发育呗。我没必要刷野，我来中路杀了，杀人去了。发育啊！我操，两枪就一个吗？你不是你跟他后面，你能拿到人头吗？人家一枪一个。我操，这一啊！我去，凭什么？凭啥啊？我来杀这个，杀这个兰博。给我发育比你好。冰女的被动。哎，我操，这能杀？哎呦，这还是给我炸死了呀！哎，他怎么不过来啊？我不知道。你，他很稳。你去发育呀！你等级这么低，人家17级，你13级。我肯定想发育啊！多少个？你看他都没有反应过来，都比不上。我一个大他死了啊！好，姐我杀好吧？你这么一直催我，那开局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也不是不知道对吧？开局是什么样子？啊，一直就是你拿了一血，39个了，啊。开局我拿了一血，他们就开始过来搞我呀。啊，那猫咪就过来搞我了。那你不是很正常吗？人家想赢肯定搞你啊！你想赢，那你不带那个惩戒，他肯定跟正常跟我打这一把了呀。又开始怪我的惩戒。那就是啊，你不抢人家红，人家不跟我正常打了吗？是啊，正常打我能输吗？肯定怪你。对啊，你看我发育多好，我一枪一个。你看我发育多好，我这把你要是你带惩戒枪野的话，你就抢到底啊！哎，你不抢到底，我怎么打吗？就是当我兵脏到底的。你看，43个了，夸抓 Q。我说一个，你顶10去啊！
这么会顶嘴，你倒是赢啊！比女能，我是男人头啊！你难道？那你不去阻挡，你前期不去阻挡他发育，我拿什么赢啊？啊，他们老板一直在过来阻挡我发育，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惩戒他的，我惩戒他也怪，你还一直跟他说话，还一直在怪我。那肯定怪你 你惩戒你就一直惩戒到底啊，是吧？你惩戒一个也怪有什么用呢？就是，哎。刚开始我都说了，我都帮你求情了，我让他少杀一点，你现在还这样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呢？我要问问，你自己现在一点不清楚吗？自己脑子不一样是吧？哇，脑子好死六抓人啊，拿人头啊，死六，就这个技术还是个副战绩，玩的什么勾吧？哈，我被一直抢线，被一直针对经验，那你要我怎么样啊？脑子不好就去看一下行不行？哦，太烦了！你脑子好，你脑子可太好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搞清楚自己身份吗？哎、你是黑官？你他妈老板？你是什么逼玩意儿？给我吃呗！哎，不行，得怪你老板。你老板，我必须得干他的。就是得怪他，就是他一开始带的那个惩戒。要治疗了。我操，这兰博！我操，他们有大这个冰女，哎呦！啊！啊！珍珠，你求求他吧，珍珠。说实话，姐，我跟你说吧，面子真没什么。你妈了个巴子的，没办法。要是你的话，早就求对面少杀点了，姐，真的。五十个啊。嗯。面子有什么用呢，姐？面子有什么用呢？你不要脸，我要脸，知道吗？我要是你，我真的要就求对面少杀一点了。面子有什么用呢？少杀一点才是王道。面子有什么用呢？懂不懂？都张张嘴就少输一点了，懂吧？面子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哎呦，头铁！这不行，还在发育，还在发育。没事，给他送，没事。我现在发育很好。你一枪一个，你都装核弹了。你现在发育时间够了吧？啊？够了吗？我吗？能去拿人头了吗？我发育的什么样，自己不清楚吗？我现在才几件套啊，你自己不会看吗？我被搞的，我被针对的多惨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操！自己打垃圾没有技术，就别说什么被针对，好吧？哎，我就说了，姐，你别不要在这说我了，姐，真的。姐，你现在不要在这说我了。我要是你的话，就求求对面少杀一点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操，这他妈对面威恩怎么还有大呀？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给别人求饶过。走了。咋的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还叫我做事儿了？五十三个了、哎，你再不求对面就要翻倍了，真的还不求吗？再不求真翻倍了，翻倍啊，还差七个翻倍，还好。快，结束，给我贴一下，结束，我就去，好，我就去了。我吸口血，我打小兵能吸血了。五十三个了，再拿我就想贴你一下，再拿七个翻倍了啊！不跟你开玩笑了啊！没打不出来呢，这对面就要贴贴。对面为什么这么稳呢？这对面打个游戏为什么这么稳？哦，一枪嘛就。哎呦我的天！你能不能快一点拿人头啊？你怎么一直在？我也很想拿，我现在去上路拿这个头，好吧？我去上路拿。不是送就是死。我去拿。还差五个，我们又要翻倍！我操，直接给我秒了！这个杰斯什么伤害呀、啊？五十五级打不过一个13级的，啊，他瞬间就给我秒了！要不要这么离谱啊？我操！没事，我让一路高地。没办法，瞬间秒我的。没事，给他杀，给他推，让一路高地，这样对面不会点。哦呦！OK， 杀他。哎呦哥，你去给他杀了呗！我操！
没办法，这个杀不杀的话，给那个佛爷哥抢。让对面推了，让对面赶紧投了吧。为什么投了？反正输的也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你就随便玩一玩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就是投不了一点。哎呀，我操！说来说去还是他一级那个手滑，害了大家。不是你赶紧出门啊！中路那么多人呢、啊。你在这推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十分钟三个人头，我就没听过你这么离谱的。我复活我就出门了，我复活就出门了。你在这说干嘛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不看吗自己？我复活就出门了，你还有什么可催的吗？是的，复活出门送三十分钟三个人头，你可真是内斗了。你看到我哪在送了？我问问你。啊！我没在杀人吗？我不想拿人头吗？他的伤害这么高，你自己不会用眼睛看吗？你没长眼睛吗？没长眼睛吗？没长眼睛吗？没长眼睛。不是旭飞，你能不能别杀了？帅不帅？帅吗，姐？还行吗？你这是什么？你能不能别杀了？这叫一石二鸟。不行了，我真的第一次求人，我求你别杀了，行吗？求我别杀了。别杀了，别杀了，求你了。求我别杀了。求我别杀了，可以啊。跪下来唱征服，别搞，真的别杀了，别杀了，凭什么不杀了啊？那你告诉我，那你先那你先告诉我，今天的话是咋回事啊？今天啊是谁叫你过来的？是谁让你过来跟我打的？我这英雄全给你搬了，有备而来的，做了功课的感觉，被你调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感觉他，我感觉他做功课了。试试我吧。谁让你来的呀？那我说你不是，那我说你能不杀了吗？哎，你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，好吧？亲啊，我们翻倍了，你快点说吧，就赶紧的。我都大放血了。我没赢啊，我老板赢了。不是我赢了，没必要这么搞吧？我怎么搞呀、啊？不说是吧？不说没事，无所谓啊。干嘛？不是，我这样给你一个提示，好吧？哦，他都杀不了我吗？你把我杀了，我毙了。给你一个提示，就是英文提示 ，G， 狗是吧？英文提示 G， 狗让你过来了。想一下，我最多能够说这些了。开炮！你那不是炮，你那是核弹。你别杀了呀，大哥，我都告诉你，你还杀？记，记。大写，我也帮你想想。这叫的人太多了呀，这个首字母。别杀了。记，记，姓古是吧？再杀又要翻倍了。我可什么都没说，你别杀！你我可什么都没说。哎呀，你别杀了！66。不杀了。上去猛猛杀，我求你了，去吧，猛猛杀吧。猛猛杀！哥们儿，不要单飞了吗？那我猛猛杀。你这个什么高八东西啊！你是个傻逼吧？那我杀了啊！你家陪玩让我杀的。猛猛杀！好，你妈呀！好，哥们儿，我听你的。猛猛杀！本来我寻思不杀了，但你家陪玩又说很猛猛杀。有点嘲讽我的味道了。坏了，给孩子，我来了。别杀了呗！你家陪玩让我杀的，我输了你还杀？你家陪玩说的，我本来不想杀的，怎么？哎呀哎呀！那我杀了，那我杀了。这童梦，你就是个纯纯大傻逼！我真的是操了，点了你这个狗巴东西。快点杀吧，恶心人是吧？我求你了，快点杀，快点杀，徐飞，我求求你了，快点杀就行了。真的吗？我真杀了。对，中路快杀。那我真杀了。哥，中路快去杀哥，求你了，这个、去吧。你是不想在这店里做了是吗？行行行。啊、哎呀，这我这你可说我不做就不做了，快点哥，快去中路杀三杀，我来帮你。我先上去卖，我给你拼拼技能。什么傻逼啊！好兄弟，打他！好兄弟，对，好兄弟，哥，杀，快点杀哥，对我给你卖，杀的好。杀的太好了，太漂亮了。我知道了，他是不是你爹啊？啊，你要这么下进去？
杀的太漂亮了，五杀哥翻倍，翻倍，翻倍，漂亮，必须必须加人头，加翻倍，加五，加五个，杀的好，加五，加五，加五，你爹啊，你这么帮他，好好好，啊，脑子不清醒了是吗？五杀了，加五个啊，五杀，不是，哎呀，加五个，加五个，可以，不只是我输，你也要输，你要掉榜知道吗，傻逼，我乐意。哥，就是你看我这么卖了，如果下次上榜的话，你要考核我的话，能不能轻一点，行不行？轻一点啊！就你这东西，你还能上榜呢？行不行，哥？你上榜，你上得了榜吗？没问题啊！你家人要吃多少屎啊？啊！你告诉我，好好好，走，哥，你跟着我，我就上去给你骗技能，你就杀。真的吗？那我杀了啊！我上去就骗技能。俺们现在七十一个了，俺们现在七十一个了。还行，必须杀到120个，必须翻四倍，翻四倍。OK OK， 我去上，我去上，等我，等你吗？等我上去给你骗技能。行，那你先来呗。我先去把冰里的大给你骗出来。OK， 那你先来。我直接一个虚空锁敌。好，你虚空锁敌，我飞上去了，上。好好好，我上了。谁技能了？锁住了。好好，上就完了。我杀了，我杀了。漂亮，杀的好，杀的好。还行还行啊。杀的太好了。哎呦，这对面伤害有点高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漂亮，漂亮，还行啊，还行，还行。就你这种臭傻逼，你能挤上榜也是你运气好，知道吗？什么垃圾东西？哎，我不听，有狗在叫，哥，你听到没？有狗在这叫。我听不见呀。没事，我马上复活。就你这种骂老板的，你有素质吗？你是个什么人啊？我听，少爷是吧？哎呀，怎么又有狗在这叫啊？我操！气坏了！快来，傻子，你还做天王，做你妈呢？哎呀，别叫了，狗东西行不行啊？你个死废物，没手的东西被人打成狗，就你还上榜？还行，杀了。漂亮，好，还行，守塔，守塔，守塔。次数卡莎，看你守塔，我去守塔，好吧，哥，我去守塔。大哥，你能不能不杀了？听他们狗咬狗呗，前面前面这么恶心，咱们三个人让我家宝宝杀，成功给他们两个打反骨了。你能不能别杀了，大哥，求你了！你要问的也跟你说了，你现在还杀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哥，不要听狗在叫，好吧？你看你家陪玩又是说 了，我不听你讲话了，我不听了，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没有哥，我没有说不要听他讲话，我只是说不要听狗讲话。哦，好好好，不要听狗讲话，不听狗讲话，不听狗讲话。对，哎呀，宝宝，这算是我们给这边陪玩打服了吗？没有啊，这老板本来就不太行，如果是我早反骨了，真的，啥玩意儿，带个惩戒的搞半天。我操，光哎没大这个兵女，好好好，兵女没有大，活了快去杀，快出来。哥，你活了快去杀！你要问的都跟你说了，你现在还这么搞是吧？我给你加速！啊，求你也求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冰女没打，冰女没打，你咋了？冰女没打，你求我咋了？冰女没打，输了蓝盾，你求我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哥，不用刷野了，你现在这装备直接去猛猛杀他们！就你这个傻逼，只会跪着说话是吗？软骨头，翻四倍去！冰女没打，上去完了！简直你这个垃圾东西！上去翻四倍，对，上去翻四倍，啥？真的吗？杀杀杀！哎，漂亮，一枪一个，杀杀，必须五杀，五杀了，漂亮，五杀了，五杀了，五杀了，哇、哦！是不是只能跪着活了呀？啊，臭傻逼，告诉我啊，是不是只能跪着活啊？傻逼东西，演你爹，你是什么玩意儿、啊？漂亮，一枪好五杀，两个五杀，两个五杀还行还行。喂，有狗在叫，我操，刚才。哥，你刚才拿五杀的时候有狗在那叫，我操！谁叫了？没听到呀！就你这种东西，你是怎么？哎，你看又在叫了。哦，你说你老板是吧？我等你啊，我倒是要问问。你说珍珠是吧？哦，那我以为是谁呢？你说你老板在狗叫、反正就是在说珍珠啊、这里就有一个狗吗？哥，还不好理解吗？哦，行行行，我还以为谁呢？徐飞，你能不能别杀了？我为什么不杀了？我肯定得杀的。咋了？前妻这么不尊重我？杀贝贝宝宝！前妻，你不尊重我就算了，你为什么不尊重我老板？就是。我凭什么不杀？咱们活了，马上走，哥，我上去给你骗技能，走走走。我什么时候没尊重你老板了？我是骂他还是怎么样？你骂他了？哥，你往后点，你往后点，我先帮你吃技能。你不也死？你往后点，你往后点，我们先来。我先帮你，我活了，我先帮你吃技能，我上了，上，好杀，好杀，我还能吃治疗。
哎，我操，不行了，我要闪，现在帮你拖一会儿的，杀不了了。能杀能杀，哎，冰女没大了，这不全杀了，一枪 ，no， 一枪，哎呦，好杀，急坏了，好杀，急坏了，没事哥，你就去。你就去杀人，等我一会儿帮你打这个远古楼，你就接着杀，好吧？啊，帮我打远古楼吗？可以，没事，你只管在外面杀人，我帮你把远古楼打了，行行行，你就杀人就完了。行行行，我毙了啊！嗯，你毙小老弟，好好好，遮住你的眼睛，遮住你的眼睛。吸血装，哎，我84个了，再拿6个翻倍了。再拿6个翻倍了，哥不行，拿6个不行，再拿36个，必须得翻到最高倍。不是你能不能别杀了？你都杀这么多了，我今天输这么多，留点活路行不行？别杀了，王子珍珠姐怎么能活不起呢？珍珠姐有，珍珠姐84个了。别杀，我今天真的输好多了。你输好多了，那你我们什么哥，你去杀人就行，这种脏活累活我来干，你去吧。那我杀了，我去杀了。我来干，我来干。别杀了好不好？别说不杀了，凭啥不杀呀？嗯，人出来了，人出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这样再杀我都活不下去了，我要死了。你死了？哦呦，关我啥事啊？你看视野，跟我啥关系啊？就是这样从谋的，你个大傻逼，我真的是操了。珍珠姐，你不搞我，你自己刚开始那个态度呢？啊，你的态度，傻逼东西，傻逼东西，哥，快杀！我给你拿了远古龙，这个冰女我来挡住他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杀！你这辈子欺负我4个菜吗？人头在这留，哎，他没大了，杀！好好好，我大招帮你扛一下。出门肯定死，漂亮，好事的，臭傻逼！我这波大招扛的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哥们儿。哎，我操！哎，好帅，好帅，帅不帅？真的帅。帅吧，太帅了，杀就完了，能不能别杀了？不杀了吗？还没杀够吗？没有啊，100多个人头了。我没有杀过呀，哎，呀找个吸血，没杀过啊，我87个呢。什么装备？我不上去，接着多。我再拿3个头翻倍了，我怎么会杀够呢？嗯。哎，对，求你了，没事，哥，等我活。哎，你什么别杀了，就让我哥杀就完了，都他妈因为你，老子浪费一个权限，知道吗？你以为考核很容易通过吗？我上次就差两个人，我通过不了了。还是你爹，你个臭傻逼！他就是我哥，怎么了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知道这个钱有啥用？有啥用啊？就是啥？对，我技术没技术，就你还上榜，你还考核？我刚开始什么能让你通过啊？他笑死我了！你这个人。三倍。你这个人，你懂什么？我刚开始在那帮你搞人情世故，我帮你求情，我说让他少杀一点。你玩的明白吗？我刚开始让他少杀一点，你在说什么？知道吗？我刚开始让他少杀一点，你在那一直压力我，一直骂我，是吧？啊，你会玩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？啊，活该你输，输死你知道吧？输死你这个老东西！玩什么？但是听不懂人话，果然你就是狗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你这个狗，你真听不懂人话，真是的。我们三倍了，傻逼东西，狗东西，狗，哎，翻倍不解气，必须得翻4倍，3倍不行。好，好，好，行，行，行，那我就慢慢杀。气死我了，我慢慢杀呗，讲道理。真的不想说你，远香了，好吧？点了你这个死妈玩意儿。哎，我操，他发现我了，我这波不能死，我得帮你扛伤害。帮我扛伤害吧，你人还快，那上那上呗。我上了，好好好好，打，我上，我上，我上。这波上去扛的好不好？好，很好，太好了，我感觉可以，牛逼，牛逼哥，太牛逼了！喂，吃饭吧，好吧，就你这种人，这辈子也只能是个畜生了。92个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从现在开始，虚杯哥就这个审核就是我好哥，知道吧？以后我还能再上榜，以后我能再上榜，我还能轻松点。啊！我帮你求情了，你真的是脑子不好，我真的不如帮我自己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个狗东西，哎，你狗东西，真是的，我真的是太善良了，在帮你这个狗啊！需要你帮啊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乐意，哎呀，我乐意，哥，你就多杀，没事，等我活了这个大龙，我也帮你打，我多出点吸血，没事。那个哥们儿。那个今晚你的单费我老板给了。好的哥，谢谢哥，我给谢谢，
谢谢谢谢谢谢。就你这老板真的老贱了，真的太气人了、嗯、这种老板真的太气人了。我给你别害怕，少贪一点嘛。今晚气死他，今晚就让他睡不着觉。说实话说实话哥，我刚开始真的是特别想好好跟你打，这个都是他在这指使我，让我什么脏你线什么的，真的。他哦，他指使脏我脏我线的，都他的，都是他指使的我，让我脏线什么的。哦，那有点忍不了了。快行啊，那有点忍不了。跪着吃饭吧，啊，你也就只能跪着舔人家脚了，知道吗？舔脚，我乐意，怎么了？我乐意。哥们儿，你还有这？我乐意，怎么了？你要这样服务吗？我打不动。我打不过。来，我帮你打，来，一起。我操！一起。这个小子，他有点哎。我操！我死了，完了哥，你自己来吧。哦，差一点，哎。没事姐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能走，对面不投，守家就行，守住。守对面只要不投就行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嗯。没事没事，他们拿了大龙还能再拖一会儿，再折磨一会儿珍珠姐。OK OK。真能送啊！他是什么？哎呀姐姐，你不能这么管，都没你快吧。啊姐，你不能是管的叫珍珠姐啊，她就是个珍珠狗。哎呦我操，什么珍珠姐啊，没听懂、啊、总比你这种畜生强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珍珠狗是吧，跪着吃饭的玩意儿。我知道了、啊、总比你今天输的要吃不起饭了吧。不能输的是不是要吃不起饭了？快来快来，他要杀我。我来了。你爹输再多都吃得起饭，不像那种蠢狗，知道吗？没事，你今天晚上能量病我给你结了。这个好好好，这样呗，姐能不能再多给打点小费？我告诉你个秘密呗。啊，还有秘密吗？告诉我个秘密啊。啊，可以吗？啊，还有个秘密啊。你那个秘密是不是重磅秘密？重磅秘密，重磅秘密，重磅秘密。就不管打不打小费了，就是我，好好，主要是我哥在这了，不管打不打小费。你先跟我说那个秘密有多重要，就是重要到就不行不行的那种吗？就是这就是怎么研究我哥的那个秘密啊、是那个人。这秘密吗？你叫他叫什么哥呀？你叫爹呀？你叫哥怎么不叫妈出来呀？你来喝你饭啊？你叫爹呀，傻逼！哥，来，这个圆骨龙，好，我来，就是，说吧，就是他和那个古姐。啊，古姐要来搞你，搞我，对，合伙来搞我，对，合伙来搞我。我说了啊，这一点忍不了了。没说了，都是，反正都是哥们儿，我就直接告诉你了啊，就是古姐啊。啊，这么，行，你放心，我大方。好，谢谢姐。你姐不差事。OK， 谢谢。傻逼东西。OK。哦，错一个 A。你是对面生的吧？是不是？他们是你爹是你妈？我不赢了，你得哄着他们玩是吗？三个了，还行。哎、还就你这种人，就是个背信弃义的。加速！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乐意，我是来接单，我是来挣钱的。你不给我单价，反水狗，那我凭什么这样？你还一直骂我？反水狗，哎、水狗像那种背主的反水狗，以后看有没有人点你。我勾引他。哎，我一百个头了，肯定有啊！你放心，你以后不会缺的。他闪过来了，哥，杀他 ，A 他，我不拿。好，你能不能别杀了？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啊！哎呀，能不能别杀了？为什么不杀了呀？哥，你真的上十八个翻倍呢，我越开心。真的吗？对呀。那我得多杀一点了。120个，我更开心，真的。杀120个。这个重谋。嗯，冲不是你能不能别杀了？你杀就算你杀的再多，你分到又不多，你何必呢？对不对？我分到是不多，但是我能让我老板开心啊，那就够了。对，不是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哥分的多不多，他老板开心了，那他叫爹杀多少次了？你是耳聋了是吗？那对面的姐也不是差事的人呢，是吧？看对看就看出来了，而且我还是真能舔呢，反水狗，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放心，我不差事。好，肯定不差事。他都能给我小费，还能给我把单报呢。那徐飞拿多了人头，能差事吗？是吗？没事，马上你就出名了，知道吗？我毕竟在这里，我出名了。老板说一下，你这个反水狗。反水狗。我出名，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别怕。什么？所有人都知道了，不要紧，你别怕。好的，姐。我
我肯定不怕，就他这个拱东西，他能有什么能耐啊？就会在这嘴，但他就会在这嘴欠。没做局啊，兄弟们，我们正常杀啊。他家陪玩这么玩，又不是跟我咱又没关系。我一个绑他们俩之间的事情，他家陪玩摆烂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什么局呢？是不是小雨，你这个绑还有什么实力拿榜三呀你？今天马上你就要掉杀狗！我乐意掉，我今天他家陪玩，他家陪玩给咱打反骨了呀，兄弟们！我看你输了，我就太开心了，我开心的不行了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没问题的，没问题，一点问题。两枪，哎，漂亮，一枪多掉，好。又四杀了，又四杀了，五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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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他陪玩他自己这么玩的。那把那些人头给你换成屎呗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吃够了知道吗？来了来了来了，B 五杀，就差一个 A， 两个，啊完了，加速，应该连上了连上了，连漂亮好连，应该到120了吧？好几个五杀了。你坐人位置吃屎挺好的，要要三个五杀，到一百二十，别挡箭了，三个五杀了，那122，哎呦我操，到啊，这是吗？啊，这不算，对，这个不算，不算，还有13个，啊，对，还有13个，拿就完了，拿就完了，哎呀，弄，哎，你才臭傻逼呢，知道吧？你今天要是不给我结单，我就说你是个跑单狗，跑单狗，就你。跑成狗一样，还是说起人家跑单？哎，对，我乐意。你今天东西啊，对，我接我接，曝光你，我就曝光你。是叫爹是叫妈吗？啊，还有你爹给你接单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给你接单。今天我就曝光你，我就说，哎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傻逼，一个傻逼老板输急眼了，哎，跑单了，哎，跑单的钱都拿，单子钱都拿不出来了，在那跑单，哎呀，吃不起饭了，跑单了，拿着单钱去吃饭去了。哎呀，拿着单钱去吃饭了，吃不起了吗？我接。哎，对，这哥，这你妈给你结，快去找他。漂亮，109个了。我不仅给你结，我还要给你加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哥，大龙，我来帮你打。你自己打吧，我不打。我这个，我回家出个饮血剑去打。我有个吸血能打。这个珍珠气坏了，这珍珠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了。他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他是个输死他，真的。输死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你真是个反水狗。还差11个就翻倍了啊！还差11个还行，嗯，有机会。这把舞台很大了，这把舞台老大了，巨大。巨大。我4倍。哎，这饮血剑一出来，这大龙轻松多了，随便帮你拿，哥，不用着急。大龙开炮，随便帮你拿呀，中药了，这个啊，这怎么没死？杰斯在偷家，我操！操，这杰斯真没死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他偷家没有兵线，他推不了。欧莱爷，欧莱爷，我来了。哎呦！一枪！哎呦，是你能不能别杀了？哎，杀杀的越多，我越开心。什么都没说，你还杀什么呀？那不都是我说的吗？你说什么了呀？啊，不都是我告诉哥的吗？我杀了，我杀了。你是个什么傻逼？替你说话了？啊，怎么了？哎，那不都是我说的吗？你说什么了呀？啊，你就别在这叫了，哥，你就往死杀。我这个远古龙，我接着帮你打。好好好，那我杀了呗。没事，我帮你拦这些兵线，好吧？不是，你能不能别杀了？我真的无语了，我就想拿你血啥了，我血气这么多。这波中路需要你哥，这波中路需要你哥，拿悬赏。中路需要你，拿悬赏咋拿呀？你能不能别杀了？哈哈，能不能别杀了？快回来！中路需要你哥，快回来！要不守不住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能不能别杀了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杀这个兰博哥 ，A 他！别杀他！别杀了！哦，可以。能不能别杀？都快4倍了，你别杀！杀杀杀他！杀他！八个。没事，我就在旁边给你看着他。A 他！别杀！漂亮！别杀！手好过的。哥，我去帮你拿远古龙啊！没事，我去帮你拿远古龙。你在这守线就行了，哥，我帮你拿远古龙去。那你拿呗，我反正继续杀。我去了，
OK， 守好线，一定要杀到120个。别杀了，就差六个，就差六个，差六个姐，差六个翻四倍啊！差六个，差六个。你今天都赢这么多，你还杀？那不杀干嘛呀？赢多少了？不杀干嘛呀？我今天来就是来打你的，啊？好杀呀！太开心了！我靠，我压抑的心情终于解开了。哎、哥，你别杀了，行不行？我叫你哥，亲哥，你别杀了，求你了，你别杀了，好不好？姐，三个五伤，三个五伤，翻个倍的话，三个五杀，翻个倍，一个倍就翻一百多个头了，四倍就翻一百多个头了。真的，我，你别杀了，我就我再拿六个，就相当于多拿了一百多个头了。别杀了，我靠，是的，是吧？太狠了，太狠了。哥，我都叫你这么多神棍了，你别杀，别再杀了，杀了这么多了，都翻了这么多倍了，你别杀了好不好？六个人头，哎，没事，杀了两 个，然后再等他们复活，一波五杀结束，真好。真的，我第一次这么给人家低头认错，我给我爸妈都没有低头认错过。只要对面五头，我对你是鬼迷心窍。这把对面不投降，杀到二百个，对，杀到二百个。你之前的态度呢？啊，小丑啊啊！就现在你是小丑了，对？哎，他没到，我帮他，杀了，杀了，漂亮！别杀了，大哥！这还有个薇恩，我给你扛，杀他！你别杀了，你别杀了！太虚了！哎，漂亮！118，118，就差两个头喽。嗯。哇哦！别杀了，哥！别杀了。我真没见过比你还能杀的，就你这能杀。所有的东西都怪那个古姐呗，你去骂她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有都怪她。你别杀了好不好？我可以去骂她，你别杀了。你骂她啊？你可以去骂她，我的天！所有都怪她。哥，别哥哥哥。别杀了吗？哥，你听我说呗。哥，你听我说，就是别杀了，就别杀了。但是她惩戒能手滑，你杀人应该也能手滑，我感觉。不杀了，啊、不杀了。哎呀，别手滑，别手滑哥！哎呀，手滑了！哎呀，你看，差一个，哎、差一个，好杀好杀！好杀你够傻逼，你是真恶心，傻逼东西！好杀！哎，你惩戒能手滑，那怎么了？那我哥男人头不能手滑吗？啊？对呀、啊，那我手滑了，没办法呀、啊。你刚才惩戒我那个野怪手滑了，我们拿头也手滑，刚才脚滑到下路了。是故意的，真不是故意的。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我以为带的锦总想上线而已。啊，我也带，我以为我带的，我以为我这个自动攻击呢，给他杀了，怎么？别杀了，都快四倍了，还没赢够吗？还没杀够吗？我们就差一个就四倍了，为啥不杀？杀，就是一个兰博一上。不是我。四倍了吗？我太开心了，我太开心了，我操！四倍姐，不是我给你多算四个人头，对，多算十个行不行？多算十个，你别杀了好不好？好了，行不行？我们这多杀不多少倍啊？你要你能十个算不了，多算不了，那个十个算什么呀？高桥，你们能行不行 ？Q 一下，别杀了上，我就上去 Q 一下。冲！再杀！别杀了，漂亮！123。走，对，往后撤，往后撤。我溜了，我溜了。接着等他们复活。我溜了，我溜了。哎，真好啊。那个耀耀，你看啊，给我发个照片呗。你看这把给你打四倍了，这一把四倍。太好了，四倍太开心了。发了这么多照片了，还要啊？你长得好看呗，多看看呗。咋了？不给啊？就是个叫存谋的大傻逼，就你这种反骨。真恶心人的，你看以后谁点你？四倍现在拿一个头是四个头啊，四倍。哎，对，对面的姐姐，啊、就是你们要是缺人的时候点娱乐陪的时候，能不能带带我？你看我这都直接上去帮旭飞哥卖是吧？可以、啊，一点技术都没有，也就是个娱乐陪。那我乐意，我有的时候也可以打技术啊，怎么了啊？哥，我留了，在家里我给你看着他，我给你看着他，你快回来。我 A 他一下，给他个减速。OK 啊，不用了。Okay. A 一下减速，来，治疗加速，杀他。啊，好伤。哇哟，这男枪杀了大哥。这男枪伤害真高啊！我什么话都说了，也求你了，你别杀了好吗？
别杀了，杀，不可以，杀杀杀，必须杀，必须得杀，别杀，必须杀，必须杀，必须得杀，必须得杀。你可以提要求好吧，我尽量满足，我就求你别杀了，别杀了，大哥。好哎，好杀！你还杀？你别杀了！我上去给你挡。哎，他给我撅走了。我隐身，完了，不行了，那受不了，那挡不住。哎，有人 TP 了，可以撤。别杀了！完了，他们 TP 要推塔了。求你了，你别杀了！来四，完了得逼，哥大哥得逼，哥快点逼，啊不用了。回哥别杀了，他没兵线，应该一波不了啊、哦！有兵线，我操，一波不了，对，没兵线。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我想听首歌，心情好了可能不杀了。我不会唱歌、嗯，你不会唱歌吗？你现在得会呀！哦，帅。一个烟雾的，你得会呀，小丑，学下吧，宝宝。对，小丑你得会，现学也得唱出来，懂吗？哎，你不唱，给你留口饭吃。不唱，我还能再杀几个，应该没问题。你看这个对面一时半会应该也不推的。哎呦，那你说你想听啥？我去学啊。你唱个父亲。唱是吧，那我们继续杀咯，杀就完了。哎呀，我们打完远古龙又要杀咯，我们远古龙打了。姐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现在直接切屏出去学好吧。远古龙一拿，不跟你开玩笑啊，这一波可能是个五杀，好吗？这波五杀一拿，我们四个五杀翻四倍，来来来弄、no!别杀了，别杀了，我再学一下，你别杀了。停，唱不上，我直接一个虚空锁骑上去给你卖，我上来给你卖，哥，快来，这波卖的好不好？别杀了哈，这波卖的简直。我现在去学，你能不能别杀了呀？漂亮，差一个，差一个冰女，唱不唱？人呢？不唱继续上。不唱，我们就去了，好吧？不唱继续上。时光，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。然后后面呢？后面的呢？后面的词啊，我要看着唱，我都不会。你先别上了，给我看一下词行不行？你快看，我教你，我愿用我一切，知道吧？什么玩意儿啊？我们出来了，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也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，一生要强的好好啊，好好你做些什么啊，微风粗暴的繁星收下吧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你别傻了。嗯，别杀了，唱的还我唱了，你别杀了，唱的还行、啊，推了好不好？哎呀，推不了，接着杀，好，接着杀，下次接着上，接着杀，别杀了，哥，我感觉，算了吧，帅，呜呼，我哥也懂人情，我哥也懂人情世故，姐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哎来一口，来一口，好奶，好奶！别杀了，真的，你提的要求我都做到，你就不能别杀了吗？我在推塔呀！我会唱歌，还去学了。我在推塔呀，我在推塔呀！你看我不推塔怎么办呢？不让我推塔吗？啊？那赶紧一波推了好不好？对面你看就只剩一个人了。不让我推塔吗？能推，打打到底！你个傻逼，你有病吧？打到底，好杀！你看我推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看我推塔了，看到没有？好杀！我真的，你杀每一个人头都感觉好难受，就像被零食一样。阿姐，什么阿姐？我说你今天晚上不仅有单费，我还会多多给你。嗯，
嗯，推塔了。好的姐，好的姐。哦，我们真是好人，好我们竟然推了。哥，你心真好啊！哥，你心太好了。要还行，姐还行，赢的挺多了。傻逼，赢的很多了。是的，三个五杀。三个五杀了。三个五杀，一个四倍。三。好杀，好杀！这种傻逼老板，我一会儿我直接去抱他跑单狗。跑单狗，你就是个傻逼东西，跑你单我乐意，知道吗？哎，我直接抱你是个跑单狗，没事，怎么了？我乐意。跑单狗，我那个姐姐给我，你赶紧滚吧，你赶紧滚吧，赶紧给你爹爬。哎，我就乐意，我就不管，我就在这恶心你，气死你，怎么了？我就抱你啊！你是个狗啊，小丑啊？怎么了？现在队里就小丑，哎，现在队里就你一个小丑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知道你给你一口屎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你就是小丑，啊、你就是狗、啊。你是好的，你他妈还叛徒，什么东西啊？你会什么？刚开始你爹帮你求情，你在这干什么？鸡巴不是。什么复赞机啊！就你这种垃圾玩意儿、啊，你还我乐意，我就是乐意，怎么了？什么废物东西啊！你在那帮你求情，你在那骂老子是吗？什么垃圾东西啊！我的爱，你说的太好了，什么地下狗东西啊！我操！没事，哥，没事，我现在听不到这个啥傻逼东西，赶紧滚吧你！哎，我发了，你看到没？公屏那个小喇叭，我直接给他屏蔽了。哎，听不到狗叫，心真安静啊！气坏了，姐，姐给我发什么照片了？这是一个人吗？这是一个人吗？嗯，姐，你看正脸啊，这肯定是一个人啊。看脸，最后一张，看脸。哦，姐，你经常出去旅游是吧？你这是在哪里拍的呀？这是在我们这边的四季温泉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四季温泉。你是脱口而出，一看就是你的照片。一般那个网图的话，一问他人家不知道的，我一问你你就知道，这一看就是你本人。怎么？珍珠608个人头。姐，你别给姐，你别给他发红包，到时候给别人抓住把柄了，别给他发红包，懂吗？你就正常给单费就行了，懂吗？就给单费。对对对。宝宝，你给我赢了这么多，我肯定要潇洒一点啊！不用不用，正常给呗。他们前这个他前期也恶心咱们了，懂吗？给他单费已经可以了，懂吗？行，那个珍珠六百零八个人头，快点！那个小丑呢？听到没？608个，赶紧转！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还不滚呢？啊，搁这狗叫！我乐意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姐，我单费150啊，毕竟我榜三嘛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刚才也是那，主要是啊，好好好，刚开始也是这个傻逼让我恶心你们的，我是真想好好打的。你才是个傻逼，你是个臭傻逼，臭傻逼，晦气东西。晦气。没事，我又给他屏蔽了，我骂完。姐，我上个厕所啊，姐。晦气东西。你上个厕所憋不住了啊。兄弟们，给大家给兄弟们先把红包发了啊，红包发了。兄弟们赶紧上号吧啊，老玩家赶紧上号吧，给他发个5000的红包吧，好吧。广告我们也没打了，也没打广告了。5000块钱啊，然后5000块钱2000个包，好吧。610级以上才能可以抢啊，现在大家等级都很高了。我这一下口令码。大家只需要扫描左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上号啊，很方便，好吧？5000块的人民币啊，这个钱的话是厂商出的，所以说这个钱的话在游戏里面给大家发啊，但是大家抢到的钱直接可以用，就类似于大家平时在家人群里面抢的红包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这个红包呢在游戏里面给大家发啊，然后你们提现啊直接可以用啊，直接可以花。没有任何影响，好吧，给大家1分钟时间上号啊，1分钟以后我们就公布一下口令码了，好吧。嗯，快点。一身要强的爸妈。真的不说话了呢。我真的输了挺多的，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就不能少一点吗？他再不能他也不会跑。
快点，别墨迹了，你早转也是转，晚转也是转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今天输了那么多，不能少一点吗？你第一局怎么说的我们，你现在难受不？我本来不想圣母的，但是他妈今天狗给我整恶心了，必须得看他的。那我们就给他公布口令码了啊。咱们这个口令码的话是900229啊，900229，大家自己去抢，好吧？900229啊，900229 ，OK， 自己去抢吧。微信一半，支付宝一半。微信一半，支付宝一半。哎呀，没事，药姐，我挺大方的，150的单费，没事。那个珍珠姐，我给你10块钱吃个饭啊，没事啊，20吧，吃个饭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有这么多吗？啊，别这边，别这边一边，那边一半了啊！我给你20块钱吃个饭，别饿着嘛，毕竟输这么多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发你了，支付宝给你。行了，给你转了。来来来，微信给你转了，你收一下。好。微信一半，支付宝一半。我的天。姐还行啊，还打吗？要换陪，要换换陪玩吗？要换吗？给你个机会呗。啊。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了，一点都没了，那咋办？他都已经微信一半，不打了，支付宝一半了，他都没钱了。哥，哥，你就说我这波格局怎么样？姐给我结了150的单费，我直接给他20，让他吃个饭。他真的，我怕你说嘛，做人留一线是吧？格局嘛，怎么说了？好格局，好格局。怎么说了？怎么说了？还打不打？看珍珠啊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是吧？嗯，怎么不打了呀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你打怕了。哎呀，一点都没有了，给对面打反骨 了，不然的话还可以他妈加班呢，妈给对面打反骨了。真狗，知道吗？恶心人！个小丑，你个小，这里就是你一个小丑了，快滚吧！气坏了，气完了，就这个江虚杯的，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什么好话给你说尽了，你的要求满足了，咋了？恶心人！你确定走之前你还要说我呗？嗯？怎么该付的我都付了，还不能说了？你付了，又不跟我也没关系，是你家陪玩给你输的，又不是我给你输的，我只是正常打我的游戏而已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嗯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以后不来找你了、啊、为啥要找他？不找啊，找我就好。这一天天的都没想找你麻烦了。真的，你还要搞是吧？我不打了，行了吧？啊，开心了吧？你不打不打呗，你不打你跟我有啥关系？你打不打的？姐，他不打了。他不打了。哥，姐，我也撤了。哥，下次考核时候轻一点啊，我先撤了。哦，行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好好好，下次轻一点，哥，拜拜拜拜。嗯，拜拜啊，拜拜啊。姐，就剩我们两个了呗。就剩我们两个了呗。啊。你有啥要跟我说？你有啥要跟我说的吗？想让你来找我玩，带你去泡温泉。天天画饼，姐，要不是你长得好看，你不来呀？要不是你长得好看，我直接就反骨了，真的。我真服了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反我骨干嘛？我知道呀，我知道呀。那我也走了呗。行吧，嗯，你还玩不？咱俩玩一下排位呗。姐，我不打了，姐，我不打了，我这边也挺累了。姐，那我这边就撤了，那我这边撤了呗。姐，你也早点休息呗，好吧？哦，那下次再约呗。那下次约呗。那姐，我走了啊。爱你哦。嗯，拜拜拜拜啊、嗯，晚安。你不给我说一个爱我哟吗？拜拜拜拜啊，姐拜拜，下次再见。快点！爱你爱你爱你个，
爱你爱你爱你，爱个毛线。嗯，爱你。溜了溜了溜了。哎呀，这太恶心了，这一天天的。兄弟们，大家怎么说？今天没有折磨大家吧？今天主播的表现还是很到位的吧？多的不说，少的不唠，右上角的关注点一波 ，O 不 OK？ 每天晚上8点钟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哎，打会经验副本吧，我也快610几了，嗯，很快。嫂子出远门了，嫂子跑三亚去了，留我一个人在家呢，兄弟们，一个人在家呢，一个人独守空房呢。OK OK K K K， 右上角的关注点一波，关注点一波，活到99。照片不是看了吗？照片全看了呀，全看了呀。什么时候换游戏？快了，快了。这游戏我的广告都没打了。这游戏就纯给大家发红包的。快了快了，下次换游戏兄弟们，再换个其他类型的呗。你们赶紧抢红包啊，5000块的红包啊，然后昨天还有个5000呢，大家也别忘记抢了啊，一共10000呢啊。627279，这是昨天的啊，可能还没抢完啊。好吧。